好，帮我回收吗？先走，先往前走。先往前走。好嘛，往回走，往回走，走得正常一点，不要走得歪歪扭扭的。我操！回酒店啊，回酒店了哈，真的很狼狈，一身全是那个羊田的泥巴。其实我并不是心痛衣服啊那些哈，我是心痛我那个家谱。你看，这个是我从那个就是家里面带过来的家谱，张氏家谱。说你看，你说等会干了之后才敢把擦一下，有点心痛这个。给大家然后看一下我们家谱里面，这个是我们一代祖的那个画像。虽然你说这个为啥子在零零就是这儿写的这个家谱上面写的哈，我们是从这儿，看没有？受清政府指派，从湖南省永州府。零陵县丰南乡顺泽里大塘底出发，就是刚才我去的那个地方哈。哎呀，真的就是中国有句话叫落叶归根，到了这里之后就是你能感受到那种家乡的气息啊，三百多年前的家乡的气息。而且我还发现一个地点，就是大塘底的地方和我们三台就是一河湾有很多相似，也是山坝坝中间有一块平地哈，真的就是一个，我觉得，肯定我的祖先是带着就是对家乡的记忆，在四川山坛找到了第一个地方的哈。那朋友们，我去洗漱去了哈，等会儿一说完了之后，然后去找我们粉丝安排晚上的粉丝宴哈，零零八十一班。